台湾微软今日举办记者会，宣布今年夏季最强限定组极限竞速6限量彩绘典藏组即将发售，将在9月15日与极限竞速6同步推出。官方更推出 Xbox 专属 Twitch 实况台与台湾 YouTube 频道，除了邀请众多名人来玩游戏之外，还有许多好礼要送给玩家。我们除了这个电玩模拟哈，这些电玩高手哈，包括小贤啊，包括甚至我们也找一些综艺大哥们哈，像比方说沈玉琳、玉琳哥啊，那不定期我们还现在正在邀请更多的这些名人。下半年的 Xbox One 强作资讯也将会在专属 Twitch 频道上抢先公开。现在上频道追随，达到指定数量也会抽 Titanfall、Xbox One 主机等超级大奖给玩家。各位玩家们，别忘了关注官方粉丝团的讯息喽。